どうもこんにちは、シホイセです。今天我要去一个地方然后做某个事情。今天我带的行李是这些看板和上面线，因为一个人骑脚踏车去，所以自然的变成这样子，前面是背包，后面背上面线。现在我到了青年学院，以民局的对面，在这边举办屏东 Grandma Cleanup 大作战，简单说捡垃圾的活动。现在是差不多9点，まだ誰も来てないです。はい。二個練習する人が来ました。それだけ。今日もしかしたらね、誰も来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。火曜日なんで、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めます。到了9点的时候，我要开始。谢谢。みんなゴミを拾ってくれ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。真好，这就是音乐的力量。よかった，我非常开心得到大家的这个心意。这样的便当盒，满场看到这么大的垃圾，又是便当盒，这一种垃圾也很多，饮料的杯子，然后槟榔的杯子，还有槟榔的袋子也很多。我们捡垃圾的时候要分类，右边是不是回收的，左边是回收。只有10分钟，只有我一个人捡到这么多垃圾。我想说一件事情，其实这个活动的效果不大，因为参加的人数也今天是5、6个人，之前也有20、30多个人，有时候是很多人，但是对台湾的面积来说，对屏东的面积来说，这个人数并不算多。其实这个活动的重点是把这个爱护地球的这个想法传达给更多人。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这部分。谢谢大家。拜拜。哎，捡了还不少垃圾。对，真的。捡了好像没有多少。对呀，那个垃圾好像还多嘞。对。那个瓶罐罐杯子啊，饮料杯啊，垃圾。今日は本当に良かったです。もともと参加人数0人かなってちょっとそういうこと心配したんですけど、意外な形で参加してくれる人たちがいて本当に良かったです。まだ今朝の10時半。今日はいい一日になりそうです。また会いましょう。再见。